你的画笔给我用一下。好的，小梅，这个就给你用吧。怎么，打发叫花子啊？我要的是那一盒120色的高档马克笔。不行，这是浩辰同学借我的，如果弄坏了我没法交代。滚开你！用一下怎么了嘛？真小气！再说了，浩辰同学跟我关系那么好，用一下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谁跟你关系好啊？浩辰，你来了，是不是来找我玩的呀？我是来找大丫的。您可是高贵的小梅公主，我们这样的平头老百姓可高攀不起。哼，不理你了。大丫，我让你帮我画的勇敢传说画的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浩辰同学，我刚刚才想好怎么画，然后就……不要紧的，现在画还来得及。切，不就是勇敢传说吗？这动画我看过好几遍，肯定比大丫画的好。是吗？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哼，少瞧不起人，我要跟你比一场。比就比，赢的人就可以得到我这套120色高档马克笔，怎么样？好呀好呀，你可别后悔。勇敢传说故事背景在苏格兰，那我就把主角跟当地特色美食苏格兰炸蛋结合起来，配上这诱人的颜色，一副风格独特的勇敢传说就画好了。今天我就拿出我绘画补习班的全部功力，画一个原汁原味的梅丽达公主。大丫想比过我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哎，冬梅，你去哪儿呢？王老师你好呀，我正要去试驾 IONV Plus 新车呢。 IONV Plus 代表新势力的科技水平， IONV Plus 可5座可7空间大续航702千米，半价电池安全零自燃。太好了，正好我也想换新车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好呀好呀，直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进入 IONV Plus 就可以啦。我画好啦。嗯，画的都很不错，但是我画的更好看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还是等冬梅一回来之后让她来评比吧。当当当当，大家快看我的新玩具。哇，好可爱的大猩猩，拿来给我玩会儿。王老师都说了，好朋友之间要懂得分享，快给我们玩一会儿。切，谁跟你们是好朋友啊？才没有跟你玩呢。快给我拿过来。小妹你别抢，要拉坏了。小妹公主，我来帮你。拿来吧你。我可没用力，也不关我的事，我都还没碰到他呢。放屁！你们要是不来抢，怎么可能生活啊？快给我赔，不然我就去告诉王老师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别去告诉王老师。就是，王老师可凶了，我害怕。可是我们也没有钱赔给你。要不这样，你随便使唤我们一整天，我们帮你跑跑腿什么的，就当赔给你了，怎么样？我也同意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梅啊，帮我拿个饮料。好嘞，来了。蘑菇头，帮我擦黑板。哦，来了。小梅，蘑菇头，小梅，蘑菇头，累死我了。冬梅姨，我来买可乐。哇，你这图书还是3D立体的呢，在哪买的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买的，同款补贴力度大，大牌5折起，正品好货全网低价拿到手，点击评论区链接或左滑上抖音商城超值购，逛逛省不少。好呀好呀，我也去看看。嗯嗯，想要同款立体书的快点评论区置顶链接吧，里面还有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呢。大丫，你这个大猩猩玩具是可以随意变形的吧？其实根本就没有坏，你说我要不要去告诉他们呢？这……哎，小梅，你别走啊！我不想跟你玩。生当作人杰，生当作人杰，死意。哎，王老师，有点事跟你说一下。嗯，您说。就你们班这个绿衣服的，竟然勾搭我们班冷少。冬梅，你做了什么？好香啊！哦，我最近被种草了这款只需加热5分钟的半成品披萨，满满的拉丝，特别香，上班或者送孩子上学都很省时，而且还是国风品牌，中西结合，可好吃了。这也太扎人了，再多下几单。啊，同学之间怎么能用勾搭这个词呢？你还好意思哭？你知道我们班冷少成绩下滑成什么样了吗？我都不想提了。不想提就别提，就你们班冷少那成绩还比不上我呢。哎，王老师啊，你怎么教的学生？这有他说的份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们班同学比较心直口快，成绩下滑肯定也不能只怪我们班小梅啊。小梅平时都不找冷少玩，是冷少自己臭不要脸，一下课就在我们班教室门口堵小梅。王老师啊，你们班女生怎么都牙尖嘴利的？你可得好好教育教育啊。是冷。这巴掌拍不响啊。
哎呦，这不就拍响了吗？大胆，敢到我面前放肆，我可是教导主任。教导主任就了不起吗？什么事情总得讲道理吧。你顶着一头白毛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我还没处置你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白毛是天生的，不知道主任你锃光瓦亮的地中海是不是也是天生的。我看你们不想在这里混了。小王，你不是来教导班了？怎么不合适了？这个班是我爸特地给我安排的。你爸是校长啊。对了主任，今天你辱骂学生和不尊重女生的行为，我得回家和我爸好好说一说。啥？不几年的班能抓住吗？我这就回去好好教训他。浩辰同学，你课文会背了吗？马上老师要抽查的。哦，我随便读两遍就会了。那么简单的课文，班长你不会没背下来吧？哪简单啊，那么长一段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过目不忘啊？哟，没想到大丫也会忘记老师布置的作业呢。亏你还是班长呢。切，就是连我都会背了，你这班长当的可不称职啊。呸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还不是因为你和王奶奶叫我洗了一大堆脏衣服，又淋了五亩地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来不及背课文呢？切，别把人家和王老师告状啊。就是啊，说不定他老人家大发慈悲就饶了你这次呢。你们别吵了，班长你现在赶紧背，一会儿老师抽查的时候我先上，给你争取时间。嗯，切，临时抱佛脚，那么长的一篇课文，你要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背下来，我王小梅的信倒过来写。课文大家都背了吗？现在我来抽查。那就老师我先来吧，我背得快。学神就是学神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老师，我背完了。小梅，你看着大家干嘛？下面你来呗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不错不错，大家你接着背。王老师，校长叫你开会呢。好的主任，我马上就到。大家上自习啊。你少得意，我要向老师告状。说得对，小梅公主，我陪你去。浩辰，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去。这，大丫，你觉得我要去吗？大丫，我们去小卖部买零食啊，我请客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都是你花钱。嗨，那有啥，我们快走吧。带我一个呗。好，没问题。冬梅，你在吃啥呀？真香啊。这是披萨呀，我最近被种草了这款只需加热5分钟的半成品披萨，满满的拉丝，特别香，上班或者送孩子上学都很省时。太好啦，听说这烂大侠是国风品牌，中西集合的披萨我也赶紧囤一点。小梅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去啊？我就不去了，我最近减肥。那好吧。真好吃。我昨天的马克笔去哪儿了？我放桌上的水果十次也不见，难道是教室进贼了？肯定是，我奶奶给我买的最新款游戏机也不见了。怎么了怎么了？小梅，原来是你。就是啊，小梅，你怎么能不经过别人同意随随便便拿别人东西呢？虽然你是小梅公主，但是我还是会生气的。什么呀，东西我不是拿回来了吗？唧唧歪歪的，我也就借给隔壁班铁牛玩了一下而已。什么？你把东西借给了铁牛的败家玩意儿啊？你看他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全都坏了。我的游戏机也坏了，电池都不见了。我这刚买的水果十四好像也进水了，屏幕都不亮了。铁牛说要拿你的手机去拍水里的小鱼，哪知道这么高端的手机防水效果那么差。小梅，东西是你借出去的，现在弄坏了你就应该负全责。哼，凭什么？东西是铁牛弄坏的，要赔钱你们找他去啊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毛骨头，你说这到底应该让谁赔？这放学了，浩辰，不会走吧？我们能不能等等我呀？我只要擦一下黑板，扫一下地，很快的。你怎么那么多事啊？反正我可不等。小梅公主，你等等我。不好意思，大丫，今天我爸妈回家了，我也得早点回去。你们，冬梅，你做了什么？好香啊！我最近被种草了这款只需加热5分钟的半成品披萨，满满的拉丝，特别香，上班或者送孩子上学都很省时，而且还是国风品牌，中西结合，可好吃了。这也太馋人了，我再多下几单。大丫这个胆小鬼，我有个计划吓死他。他们怎么走得那么快？
人如麻。你以为你叫了帮手我们就害怕了吗？哼，前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劝你们乖乖摘下头套束手就擒。完了。